一里地走了两个小时，真是服了，尤其是后面几个，能不能快点？你个黑呀你！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冲什么大尾巴狗啊你？喂，你干啥呢？推粪球啊你？停！来，我来，马上挠你了，啊，这不吃着了吗？太服了，有些东西你不得不服，猪就是猪，敢说我是猪笨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足球小帽子，我去。好啊，去，连你都欺负我，你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还跳缸里吃，你出去。就是，你要吃你就好好吃，你要不吃你爱上哪上哪去。哎呦，现在才吃饭啊？嗯，今天饭比较晚，你吃过没有啊？没吃进来对付两口。哎，什么？不吃拉倒。别看我长得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其实我心眼多着呢。这不是我吹牛啊，这十里八乡的他们都说我长了一双睿智的眼睛，那街坊邻居的都叫我大聪明。小姑娘，我一看你就面善，你能不能啥意思啊？一点面子不给，吃独食是不是？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狗了啊，我今天就坐你面前看着你吃，来吃吧，吃啊。哎，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啊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我这车毛在这儿了，真没想到是一个狗在帮我，我这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。什么谢不谢的，一会儿给撒把狗粮，扔来根火腿就行了。哎呀，今天起晚了，得赶紧穿衣服，待会儿游客们都进来了，这光着腚的像什么话。哎，哎呦，我穿一个裤腿里面去了。我说怎么这么不得劲呢，哎呀，睡糊涂了。来，接客。今天考你们握手，来，非常好，来小家伙。那是什么东西啊你啊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握右手。你在这傻笑什么啊你啊。你放着老鼠夹子没夹住老鼠，还夹住我了。老金，哎呦，你在这儿呢，我正好有事跟你说。我刚才看到你媳妇跟隔壁土狗钻小树人了，哎呦，我得赶紧走了啊。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你干嘛，你别过来，这装不下你了。我都跟你说装不下了，你来。没事，挤一挤，我占不了多少地方啊，挤一挤。我，你自己什么都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啊？什么叫占不了多少地方？这哪有我地方？我真是服了，我走行了吧？我这上辈子该你的。嘟嘟嘟嘟嘟，在这歇着呢，大爷，没去下棋啊？你干嘛你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把球还我！那真是的，我好生给你打招呼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你打我干什么啊？物种歧视啊！就你个人，我下回见了面，我都不搭理你。不就是种菜吗？我看你们种了两遍，我就学会了。先挖个坑，然后把这个菜放进去，给它铺平了。就是这样。最后，把这个土给它盖上。哈哈，你们就等着吃我种的菜吧啊！七岁八岁讨人嫌呐，狗都受不了啊。遭不住啊，也不知道我那个老东家什么时候回来，再晚了老奴就要为这个家尽忠了。说多少回不能把垃圾桶，慢吧慢吧，我都习惯了，你又舍不得打我，魔法攻击对我根本就没有用。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对了，你赶紧骂啊，抓紧时间，我待会儿还要出门呢。等等我我啥玩意儿啊，这都没跳上来啊，太笨了。不是你这地板太滑了，粗溜了。不是我笨，谁说谁笨呢，我不笨啊。庄爷生日快乐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啊，怎么样，我唱的怎么样啊？没跑调吧，我起个头啊，你们跟着唱啊。庄爷呀生日快乐，跟上啊哥几个，傻笑什么呢？这一只还算正常点的，这一只四仰八躺的我也就忍了。但是哥们儿，你这个是什么姿势啊？啊，还翘着二郎腿，那熊大跟你比起来都得逊色几分啊！你是熊大爷吧？这屋里怎么有只苍蝇啊？该我表现的时候了，凭我惊人的弹跳力，我就这么一下子，我啊，完了，碎了！嘿，哇，这么多条鱼啊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弄两条吃。我虽然下不去，但是我可以捞嘛。捞两条。哎呀，小鬼崽子，
我看你是不服啊，是不是不服？还想跟我动手啊？你试试，看我的小拳头锤不死你，大嘴巴子呼不死你，我抽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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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睡觉被子，以后得盖好啊。哎呀，昨天晚上睡觉肯定没盖好，露肚脐了，然后今天就拉稀啊，一天十几次啊。哎呀，谁受得了啊？遭老罪了。你个傻狗，你给我哼什么哼？你我怕你，你有口臭啊你？你不就是仗着个头比我大吗？有种跟我比年龄？你不是我给你吹牛啊？你三个爷爷捆起来也没有我年龄大。小狗崽子不讲武德，你欺负我一个300多岁的老年人。你别动啊，让我咬你一口，咱俩就两情。别动啊！干嘛？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啊，来吧，那就碰一下子。你看是你的狗牙硬，还是我的龟壳硬？丑人多作怪啊，长得又不好看，还学人戴假发。我要你管，你长得好看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。我承认我长得不怎么样，不像某些星星哦。哎呦，还化妆长得那个熊样啊。哎呀，简直不忍直视。还不让别人说，一点格局没有。这个大傻子找什么呢？咱们来吓唬吓唬他。我这谁呀？吓我一跳你。收钱，吃饱了撑了你啊，打死你。我开饭了啊。哦，来了。别弄，我吃饭去了。你干嘛？没事找事儿，你是要搞事情啊？啊，看到我鼻子下面的小胡子没有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找骂我，骂起猫来可难听了。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你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，我看看能在你的嘴里骂出什么东西来。八嘎八了个嘎，难不难听？儿子过来，爸给你做个游戏。走你。怎么样啊，好玩吧？来，再过来，再给你做个游戏。去你的吧。你别怪爸啊，咱们哈氏一族就这传统。我承认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狗。啥玩意儿啊，装模作样的。怎么说话呢？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，怕狼群把你们叼走了。没良心的东西，过年把你们全烤了。哎呀，我这咋下去啊？这人给我放桌子上就不管了，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老李爷，哎呀，差点给我掉下去，多亏我反应快。该喂狗了啊，人呢？这都20多分钟没喂狗了，该喂狗了啊。哦，我不能这样喊，人家都不这样喊，我这样爬上来喊，显得我没素质。要分方式和方法，不能那么张扬。来人呐，喂狗。我听别的羊说，你的出拳速度很快。今天竟然碰到了，我想给你切磋一下。啥玩意砸我脑袋一下？一定是幻觉，我再试试。你还想有瘾啊你？说什么呢你？我没有瘾，但是我有羊羔峰。哥，你说咱晚上吃啥饭啊？我特别怀念前些日子吃的那个羊拌猪耳朵啊，那个猪耳朵。你说我干啥？不好意思，想猪耳朵想得情不自禁。今天你可有口福了啊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螺蛳粉。来，你尝尝这个汤。这个汤，哎呀，这东西你自己留着吃吧啊，我是真吃不了。好啊，可让我找着你了，竟然在这睡懒觉，你看我今天不弄烂你跟谁聊呢你？哎呀，哥们儿，我也是一时冲动啊，我再不敢了，快来救我，饶了我吧！救你们三个小东西，可以打你们三个。狗叫什么？狗叫，有种上来啊，一起啊，有种一起。那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主人松开我了，我想跟你们一起。哎呀，有一说一啊，这化完妆就是不一样。行嘞，你已经够漂亮了，你给我也蹭蹭，你看我这毛冬季了这都没什么光泽了，你给我蹭蹭啊。以后你也得给我化着点，你把我打扮得支支棱棱的漂漂亮亮的，我出去了也给你长脸，是不是？这干啥呀，一天到晚的手里拿话筒，屁股挂音响，一步还三颤悠，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啊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咱家楼下投诉好几回了。你是有什么大病啊你？那个老婆，这孩子都生下来一个月了，那个我想看看孩子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又不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那这孩子是谁的？那不是我的，我全给你搂了。来，你过来，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？傻样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不让我上席就算了，但是你把我拴在这儿。是什么意思啊？说怕我咬着小孩。我什么时候咬过小孩？我什么性格你还不了解吗？我现在这种状态我都不如个流浪狗。不说了，伤心了，等这事过了以后
我就离家出走，你跟你媳妇儿过吧。